嘅朋友嚟到晚年，你哋可能会遇上唔少惊喜啊！其中一个就系会喺工作上出现升职加薪，对你哋嚟讲唔系痴人说梦话，专心工作呢一个希望好大机会会发生。咁辛苦工作能够得到上司同老板嘅认同，真系恭喜晒你哋啊！升咗职加咗薪之后，最紧要啊，梗系陪多啲屋企人啦，买啲小礼物氹下大家，多啲关心身边嘅人，避免一啲因为迎客所带嚟嘅唔开心。另外，你哋就要小心人际关系，因为会容易遇上有人喺你哋背后说三道四。我哋唔可以控制人哋讲啲乜，但系就可以选择唔俾其他人影响到自己嘅心情，做好自己先至系最重要的。